搞不定嘛，他一样。拿两张，再一张，一个才五十多块钱。一张你开两张。嗯，可以。不通票本券。哎，啥不通？他哪能晓得名字？他哪来了？退休，你六十岁也要做十倍的。哦。再背进半家对吧？半家对。哎，哪里在半家？哎，你说你发苗嘞？我一百六年，我学三次，不通票十年。哎。那十年快了，我也是。我也是。哎，你说啥？你说啥呀？哎。我那也说啥？哎。有一个多少个？一张。
两年早了，
怎样子搞的？烤的，烤的。劈柴的头。
Thank you.
侬拍呀，侬拍呀，不管大小，肯定圆么？肯定小的呀。那手不要抖呀。好了吗？老小了你，哎，女呀，你们很小。
龙柏。我这个旧址。性格脾气的，哎，磨子鱼，哎，真有嘞！我弄鱼啊，老好弄啊，弄了一包包切开，不要磨鱼，不要啥么子，哎。弄啥奥利奇？那你跟那个古漪园。康娟。
我们这边做完，马上再进来，好吧？